那个李胜男同志，跟着汤队长，啊！哎，我，好，我们跟我哥一组，只要能完成我的任务，跟谁一组都行。姐，我也要去。家里还有很多伤员需要换药，你就别去了啊，你们就别去了。别呀，带上我吧。雨珠，回去好好看护上爷，别跟人瞎闹。哥，黄大叔。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就一句话，我们这一次的行动，就是给日军造成一个进攻的假象，切记，千万不可恋战。放心吧，火头叔。哎，老伙计，说两句。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就不说了啊。照顾好李大夫，他容易乱跑。放心吧，我可是护卫队队长。第一小组。 对不起，工藤教授令我在天黑之前将这些毒气全部运往神上，将那里的中国军队全部的消灭，然后夺回蚂蚁行动的秘密文件。你们全部抬出去！白给，刘学正，渡边君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。 可以去找工藤教授。难道将军阁下的命令，他也敢违抗吗？我现在是工藤教授的属下，我只是在执行他的命令。保护蚂蚁行动是将军阁下赋予我的使命。你们贸然行动，势必会引起太行山区所有中国军队的注意。 蚂蚁行动将面临彻底的失败。渡边君，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，可是工藤教授命令一下，不可更改。报告。渡边君，我们顺利抵达深山的脚下，正在部署监控的时候，怎料半。 半路什么？半路把我们打散了。什么？哼！工藤教授说的没错，要消灭这些中国军队，唯有靠帝国的最高科技。你们全部给我搬出去！不许动！ 你们搬出去，快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哎。 前面就是日本人的活动范围，你带两个人留在这儿策应我们。是。胜男，跟着我，走。哎，哥。
你要干啥？小心点啊！哎，你打算拿这破玩意儿去袭扰日本人？哎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说的。你小子鬼名堂很多啊，怪不得老子以前跟你们打仗的时候老吃闷亏呢。哎，像这种鬼名堂，我还有100多种，要不要试试？哎，别！老子现在也是八路。嗨，汤队长，怎么了？你看下面的阵地。我对天发誓，自从你教会我3大纪律、8项注意之后，我时时刻刻的严格遵守。再说了，我现在不也投靠八路军了吗？就你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啊，不是，哎，玉珠妹妹，你也别老把我们联想的那么坏。论打日本人，我们连比其他连强太多了。鬼才信！不是，哎，哎，玉珠，你，玉珠，我很严厉的告诉你，你不要老拿我们跟其他的国军比。日本人扫荡那会儿，我们连收到上边的命令，去阻击日本人100个兄弟，到最后就剩不到20个了。要不是上边让我们撤退，我跟谭大哥我。反正我告诉你，我们不投靠八路军，照样打日本人。嘿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不，哎呀，玉珠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谭大哥不也喜欢李医生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怎么这么笨呢？哎。哎呀！玉珠，哎，玉珠，玉珠，你去哪儿啊？玉珠，玉珠。
还有一个，快拉！ 这是在消耗敌人子弹。 你们马上出击，消灭他们！杜边军，日军出来了！撤！就这么几个日本人，撤什么呀？甭废话，快撤！现在，我走。妹子，走。 玉珠，你别跟他们。他跟上次一样，把你给丢了。胡闹！日本人朝着后路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我绝对跟着你，必须跟你在一起。老唐，这是亲妹子，发那么大火干嘛？干火旺啊！李大夫，扎个球。不是，汤队长，我这后边两个兄弟看着呢，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。行了，行了，走，撤。我。 你老子还倔！哎，嘿，周边军，共军太狡猾了，恐怕他们在这里有埋伏。 耶！你刚那招可以啊，这日本人死不少啊。那是，要不然你想个捣乱，我早就干在那日军头了。走，拿到手。趴下，都别动。快撤！快！
剪刀，好，红带。孙文俊，你带几个人？我特意包抄过去，若与紫金花抵抗，坚决斩杀。嗨，来，这队跟我走。成军，成军，走。日本人太贼了，你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，老子配合你。果然神枪，行啊，你小子也玩吃素了。生命包抄过去，生命加急，消灭他。嘿，其余的跟我走。走。来了，他怎么撤？撤！
来无影，去无踪，身处鬼墓，没完没了的来骚扰我们，直到把我们震得精疲力尽，然后找准时机，哼，给我们致命一击。面对他们，难道我们就真的束手无策了吗？我已经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很快将他们引到这里，四面出击，将清平村。 刚才我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琢磨呢，绝对不能让日军安上了。有什么想法，你说。你看，他们今天上午整治了日军，这日军的明哨暗哨都暴露了，他不至于笨得像猪一样吧？肯定要想尽办法对付咱们。不瞒您说，伙同说，这些我也想到了。蚂蚁行动这么绝密的任务，日本人要么跑，要么搞出一个更大的阴谋来。好在。 咱们这些炭呢，马上就要烧出来了。哎，对了，老袁和赵四的燃烧雷和土地雷马上就要出来了。依我看，咱们今天晚上就给日本人点个天灯。好啊！什么叫点天灯啊？就是红烧日军。走。
九叔阁下，白行动事关华北战局的成败，属下提醒你尽快离开这里，执行 B 计划。不要说愚昧的话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不铲平深山？为什么？阿绿十分狡猾，用我军全力进攻深山，就怕伤了他们声东击西的鬼气，突袭者造成蚂蚁行动的破产。永远不会破产。哎，嗨，九叔阁下，如果您不离开，他们会随时前来欣赏。我要看你们亲自消灭八路，不然的话，我绝对不要离开。又在搞什么鬼花招？九叔阁下，你不是想亲眼目睹我消灭八路吗？让松本去外围把八路引到这里来。不要说废话，我要知道你们的全部计划。马上给将军阁下发报。工藤教授，难道你们想让渡边上尉斩杀你们吗？快！小花，把这给姐姐拿过去。啊。哟，我们小花可真乖，来，再给姐姐多倒一点。好，我们小花长大了，都能干活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有什么？鬼没来时，我还给奶奶拉风箱呢。姐姐，我长大了以后也要跟你一样参加八路军。小花真乖。哎呀，这深山真是一座宝山呐，不光有硝石，而且还有铜铁矿。哎呀，我说天气，哎，等到打完日本人，在这儿开个矿场。好嘞，不少挣钱呢。杨连长啊，神山不能动啊，我们还指望神山保佑过平安日子呢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忘了、天心，哎，赶紧把这些硝石硫磺压碎碾成粉末。啊，好嘞，保证天黑之前完成任务。杨连长啊，我那边做了几个燃烧雷、土地雷，不知道行不行，咱们过去看看吧。好，啊，你们抓紧时间啊。哎，走走，看看你的脸。如此，我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斩杀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还是叫我离开这里。教授误会了，刚才所言是想麻烦教授先生，假意带着化学武器离开这里，然后他们一定会去渡边，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全部引到这边来。杨虎仔，你很狡猾。我这是在对付八绿。不，你是在对付我。绞尽脑汁就是要我离开这里。离开这里是执行 B 计划，也是将军阁下的命令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这里面的最高指挥官。你这个蠢猪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可说，再失败回来的话，我就把你送上我的烧书台。哎，老谭，嗯，咱们现在还要解决弹药的问题。是，这是个大问题。火头叔，你的腰怎么了？哎呀，看样子要变天啊。胜男，嗯，火头叔这可是老毛病了，我看你给他来两针吧。行，正好我刚把针消完毒。哎，别，我来脱裤子啊。别脱吧，赶紧谈正事儿。快跟上。
水油倒八分满，再放炸药，它一炸就是一团火。哦，烧一个房子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太好了，炸日本人阵地，就靠它了。怎么，今晚你想？我想给这帮龟孙子换个花样，好好折腾折腾龟孙子。好。跟上！杜明君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给将军阁下已经去电了，相信很快将军阁下会给那个老变态回电，让他去基地执行 B 计划任务。我说的，你都明白了？明白，明白。就是遇到八路不要恋战，速速回来，等您出击以后迅速打他一个回马枪，把堵截的八路抓住。成败在此一举啊。嗨，加油吧。嗨，多做几个，晚上我给日本人点天灯。好。将帅阁下，为了您及武器的安全，请您还是回去吧。该卡瓦的渡边呢？渡边君说钓鱼需要诱饵，他去追捕八路了。不要说了，渡边这个家伙是我们日本帝国的骄傲，但是他也不要高估了中国军人。教授阁下，想不到您对渡边君竟有如此高的评价，真是让人感到意外。我对他的训斥就是鞭策他，让他做事有丝毫的瑕疵。蓝教授，我们今晚是不是执行 B 计划？那要看他的表现了。如果说他办事还有瑕疵的话，那他就完全不具备参加蚂蚁行动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叫他马上滚蛋。嘿，教授阁下，请您留步，请您还是回去吧，前面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请你回去吧。报告，出什么事了？袁连长，日本人马队带着绿箱子出村往东北方向。日本人？东北方向？大概有多少人？看上去几十号人。几十号人？不对啊，清兵村200多日本人，其他人呢？耍什么花招？这是！管他耍什么花招！你说过蚂蚁行动事关重大，万一日本人怕我们击扰战术逃跑了怎么办？我们还是赶紧去堵截吧。这样，玉柱，你立刻回去通知汤部长，让他带人赶到清平村外围。清平村？我和石头追上他们，只要我枪一响，我相信日本人肯定往回跑。懂了吗？嗯。石头，走。好。杨大哥，我给你们带路，走。哎，姐姐，杨连长他们人太少了吧？咱们也一起去。哎，你别去了，刚才杨连长的话你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，赶紧回石屋告诉五哥他们啊。好。刚刚我们的话你都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赶紧去实务报告啊！啊什么啊！快去啊！不是，当年啊，爬雪山的时候，猴头叔怕我们兄妹冷，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穿。还有一次，玉珠掉进了冰窟窿里，猴头叔二话没说，跳进去就把玉珠救了上来。从那以后，就落下了这个腰疼的毛病。哎呀，
金叶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还是人老了？虎头叔，你的下焦非常的淤堵，气血不通，我给你扎几针会缓解一些，回头再给你配几副中药。但是你这个地方好像……啊，那是块弹片，当年啊，我们打会宁的时候留下来的。我们八路步兵国军，当时医疗条件好，虎头叔愣是咬牙挺过来的。弹片？对。哎呀，金爷，别说了啊！你老不让我说。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来的医疗队吗？哎，少南，首长知道你在这儿，就是为了让他来治妖的。金爷，我说你这臭小子有完没完？行行行，我不说了，好吧。少南，老头听你的，好好说说。等回到后方，我给你做个手术，把弹片取出来。哎，谢谢。这个腰啊，一定要好好的保养。哎，对对对，这男人的腰啊。一定要养好，不行哪儿哪儿都不行喽。你这小子别乱动。报告。什么事啊？日本人要跑。要跑？杨连长他们去堵截了，叫你们马上赶到新平村，防止日本人耍花招。那赶紧召集弟兄们。是。等等。等什么等？再等来不及了。杨连长分析的对，这日军一定在耍花招。这样，王参谋，你留下和马山主守住山，以防日军偷袭。金爷，哎，你现在去增援杨连长。好，那行，你们有情况要及时回来送报。好，谭队长，胜男，咱们走，去到清明村。走。